婉玲，要送我什么呀？这么神神秘秘？我想把我最珍贵的东西送给你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不会是你要？伸出手。闭上眼睛。为什么要把这个送给我？因为我想把我的心送给你。这是我的情绪处理单元，我的喜、怒、哀、乐都在这里面。我想，这就是我的心意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知道我是来追捕你的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还同意我接触你？一开始我从实验室出来，本来想研究一下人类说的爱是什么东西。我一开始以为爱是从人类的食物中获得的，但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爱是从心中产生的。我想知道钱太和和小明是怎么回事。我一出来没有身份，钱太豪说和他结婚就能获得身份。我并不知道结婚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我明白的时候就反悔了。他一直在纠缠我。那小明呢？小明是我偶然间遇到救下的。很多小孩欺负他，但是我救他的时候出现了意外，皮肤破损，他看到了里面的机械组织，所以他一直在帮我隐藏身份。明白了，但是公司一定会抓捕你的。如果我被抓回去，你会伤心吗？我。当然是销毁了。如果我被抓回去，你会伤心吗？明天该做个了结了。